第二，根据台南市议会议员质询办法第三条第二规定，业务质询的时阵，各该委员会议员优先第一轮质询，时间拢十分钟。第二轮就无分委员会，召集完登记顺序质询，该委员会议员的质询时间十分钟，非该委员会议员质询五分钟。如果该委员会议员伫第二轮质询的中间较到场，主席应该予该议员优先伫下一位质询，时间十分钟。第三轮以后，依照顺序登记，每一位议员质询的时间拢是十分钟。而咱即马先请农业局，吼，咱请农业局长吼来甲咱做迄个工作报告。会议主席，首先呢，我来介绍我们农业局的工作同仁。首先呢，就介绍我们李副局长李建义先生，主任秘书吴卫达先生，农务科邱继芳小姐，那森林保育科杨科长啊，那渔业科洪科长。畜产科周科长，这边会计室赵主任，农产行销科吴科长，农会辅导科郭代理科长，那农地管理科张胜德科长，动物保护处吴处长，我们渔港管理所周所长，还有我们政风室郑主任。这边秘书室吴主任，还有我们人事室蔡主任，另外肉品市场黄总经理，农产营销公司林总经理，赖议长郭议长郭副议长，各位议员先进大家好，承蒙各位议员先进指导跟督促。本期各项工作皆能顺利推动在这边表示感谢。那首先呢，我就针对今年一至七月的工作做简要的报告。第一，推动农产专区发展新农业，那推动调整耕作制度，活化休耕地这一个执行的一个成效非常的良好。那我们今年呢，一期作休耕面积只有12400多公顷，那我们活化了410公顷的面积，同时我们也发展具竞争优势的农业生产专区有6000多公顷，那包括品牌米的推动，还有果树生产专区跟火后花的专区，在畜牧园土的一个减废跟资源利用方面。我们针对养鸡场建立鸡粪处理查查的辅导工作有150个场次，那对它的一个鸡粪的流向来做这个追踪，同时呢也辅导畜牧废水再利用有21户，可以提高这个畜牧减废量及资源利用。在第二，推动农村再生建设新农村。那本期有新增3个社区通过农村再生，累计我们本市有76个社区呢通过农村再生，而且维持6都第一。此外，今年我们配合整个农村总合发展规划推动新农业及新农人创新价值计划，还有这个农村总合计划的整体规划跟台17县。景观轴线周边硬体改善工程计划这几个计划，那来整合农村产业、农村空间，还有农民及居民各项的一个农业的环境改善工作。那第三是吸引新农人从事农业，辅导农会来经营。那在新农人的方面，我们到目前呢有838位的新农人加入，年收入100万元以上的有92人，为了协助产品的一个销售，我们推动了社区菜市场、台南网络平台的一个7个起菜点的一个活动，而且跟
新农人的行销通路、农会超市、全联中心来结合协助他们拓展销售的管道。同时呢，本市的休闲农业及各区的农业产业活动也在热烈的推动举行。那农会有32家农会，那到6月底在整个结余方面呢、有31亿元表示呢农业经营状况良好。那第四是推动健康安全农业，那为了维护消费者的一个食材安全，那我们就源头管理方面对农产品呢来进行这个监测检测的一个工作，那合格率也达到98.85%。那遗产方面也针对这一个遗产呢来做监测的工作以及推动产销履历验证这些工作都符合规定。那畜禽产品方面我们针对它的饲料还有产销履历还有标示的一个查核这一些呢检查的结果都符合。那第五项珍贵树木及生态保育方面，我们针对列管的219株的一个珍贵树木来进行这一个巡查，还有病虫害的一个防治以及栖地改善工作都持续来进行。那对于湿地保育法及海岸管理法公告施行的这个划设，也在明智利用的原则下达成了生态、生产、生活这样三生的一个发展目标。第六是兰花生技园区的开发管理。那兰花园区1到5期出租面积96公顷，到目前有83家进驻，那承租率100%。那其中79家业者呢已经正式营运。那截至这个7月底，投资金额是138亿元。那在国际兰展带动这个产业发展方面，今年国际兰展也创下这个24万余人比过去来增加。那有37个国家参展同时也发展兰展文创跟生技产品。那在农渔路的灾后抢建跟修缮方面，那今年本年度核定农渔路工程有331件，那其中农路有270件，渔路有60件，那改善的总长度有73公里。那第八，在强化近海渔业管理跟渔港管理方面，主要就是针对渔业执照及渔船证照制度落实检证便民措施办理渔船法的这一个核发证照的这个工作。那在办理渔港设施改善的方面，那我们今年有4项的一个工程，那这个总工程费呢是5403万元。那来同时呢也办理港区环境维护跟废弃物的一个清除。第九项是加强动物防疫减少损失方面，那在办理家禽畜的一个禽场的一个调查有4911场次，那就针对家禽禽流感主动监测跟通报。那这一个今年呢在整个消毒防疫工作我们来持续来加强，那来降低环境中禽流感病原体的一个浓度达到防患这个禽流感的疫情。同时呢针对这一个猪瘟、口蹄疫、牛流行热等家畜传染病来做血清的一个监控跟研究的调查。还有此外呢也辅导农户呢自卫防疫疫苗注射、疫情通报有效来防止家畜传染病的发生。那在养殖池的水质监测服务方面呢也做了607户。那家畜的这一个禽病诊检有117户借由这样的健检来提升呢提升这个防疫降低损失。
那第十，钱猫保育及收容啊，我们还是持续的来落实源头管理啊，宠物登记啊，还有这个钱猫的绝育啊，这一些工作啊，同时也推动啊以认养取代购买啊，认养这个猫小孩的措施，来营造这个友善城市。那第十一，稳定鱼价啊，年初台湾鲷因价格低迷，渔业署为稳定鱼价，所以在由市政府来办理这一个收购，那收购了363公吨，那在企业间开始规划输出做公益用途做行销使用已经都这个把它分送完毕以上向各位议员先进报告，也祝大家健康。好，多谢局长哈。好，咱即马继续请经发局分局长哈，工作报告。大会主席哈，李召集人，各位议员先进，大家好。那首先来介绍我们的同仁哈，我们副局长哈，殷副局长，王主任秘书，市场处哈，陈处长。产花科严科长，能源科郭科长，工业区科西科长，会计室李主任，商业科陈科长，投资商务科林科长，工商行政科林科长。人事是罗主任，秘书是徐主任，政工是陈主任。那金花局的业务在议员的这个协助跟指导之下，能够顺利来推动，在此特别感谢。那就最近的这个市政重点报告如下，有关工商登记的部分，目前公司登记截至8月底，总共36202家，较同期增加1421家，成长4.1%。商业登记到8月底，总共62483家，较同期增加1390家，成长2.3%。工厂登记的部分，到8月底9172家，较同期增加153家，成长1.8%。未登记工厂的部分，目前列管总共3108家，辅导合法登记有14家，申请受理申请未登记工厂1150家，第一阶段核准956家，第二阶段核准655家。另外，卫福部公告食品工厂因婚纱的部分，台南市列管41家，已于106年8月17日完成婚纱的作业。第二，有关工业区开发及更新部分，新竹工业区目前已经完成第一至第三期的填土工程，目前针对第四、第五期的整地及延期各项公共工程来施作。在有关招商方面，目前已经核准70家工厂进驻，投资金额113亿，创造243亿的年产值，增加2926个工作机会。有关新竹工业区服务中心的兴建工程，预定在今年10月来办理这个动工兴建。那有关七股工业区的部分，内政部已经在106年7月31日核定原则同意七股工业区的开发计划。另外，在106年8月28日，本期已经将七股工业区的可行性规划报告跟环境影响报告书送经济部来审查。那另外，有关老旧工业区的更新的部分，在106年投入3000万办理和顺工业区的服务中心。嘉里、七股跟山上等5处工业区的道路排水跟自来水改善工程，截至目前，有关老旧工业区已经完成改善道路28141公尺，排水23803公尺及2处工业区服务中心的这个兴建工程。另外，有关阳光电程推动部分，在106年8月底，目前已经经济部核准备案，总共4000件。装置容量314兆瓦，年发电量4万度，预计减碳量
21.5万吨，相当于660个台南公园的减碳量，吸引两百二十亿的这个投资金额。未来配合中央两年期太阳能推动计划，那市政府也订两年期的这个发展计划，未来会针对不利耕作、自洪池跟掩埋场及园内用地来推动，预计在106年到107年再完成一座增温水库的发电量。另外，台南市低碳自治条例部分指定用企业用电达到800kW 的部分，要依规定设置10%的这个太阳能发电系统。那截至到8月底，已经申请设置了264家，总设置容量51MW，投资金发电量6615万度。那另外有关自来水严管工程的部分，那配合水利署的无自来水改善工程，截至到8月底已经争取水利署补助24案，总经费6843万元。另外有关针对企业辅导的部分，在106年到8月份总共推动生技、绿能、流林十项产业，增加14家厂商，投资金额36亿元，年产值39亿。另外有关创新创意部分，在106年5月10日办理初选活动，选出11组优秀团队进行辅导，到8月底已经有数组完成公司的这个登记。那另外推动流行时尚的部分，在106年6月29日办理初选，8月16日办理复选，那会在今年的10月7日办理这个节选跟办理流行时尚秀，同时配合台湾设计展，会在今年的9月30日到10月15日在文创中心办理静态展。另外办理有关地方型 SBR 部分，今年总共核定71案，总金额5077万元。那另外有关这个中小企业辅团，累计到8月底总共辅导191家次，那通过中央的辅导案有18案，产协合作20案。那在观光工厂的部分，今年核定的这个1家通过观光工厂的认证，目前全市观光工厂总共有24家，是全国最高。那另外有关推动所谓的这个多元商业、多元行销的部分，106年的台南百家好店总共有322家报名，那6年来总共1831家参与这个服务品质的提升，共评选629家百家好店及177家金钻好店。辅导商圈双语化的部分，在105年辅导41家，106年辅导55家，通过英语认证标章。那另外有关办理成大万圣节的部分，会在106年10月28日来办理。那今年购物节会在11月11日到12月30日，会结合商圈、卖场跟百货公司及1500家的这个特约店家共同来参与，提供多项的优惠活动，增加买气。台南商展的部分会在11月24日到10月26日，甲台南南环展览馆来办理。目前总共会设置311个摊位，并规划10大展区。106年大新营嘉年华会在12月2日到3日在新营来办理，会规划 cosplay 跟大新营的小旅行等活动。另外，辅导商圈的部分，从县市合并9个商圈，增加为20个商圈，并投入37案的这个辅导专案，并协助13个商圈申请纳入国民旅游卡的这个适用范围，提高整个店家的营业成长力。那另外有关市场的这个改建的部分，106年市场整修工程具有山上、货甲等8个市场的整修工程。下阳市场是在于今年的4月办理这个开工，预定在107年的3月会完工。另外在多元行销活动方面，在106年共举办13场这个微型促销活动，以增加这个市场的这个买气。同时，在106年9月23日到10月15日，会推出2017年台南市市场名摊大赏活动，以打响市场名摊的知名度，带动整个市场的商机。另外，有关积极招商的部分，协助厂商排除投资障碍，解决各项投资的问题。那也透过单一窗口推动招商事宜，吸引中兴电工等企业投资台南。在106年3月到106年到8月部分，总共新增137案的投资，吸引投资金额108亿元，创造年产值161亿元，
增加2691个就业机会。另外推动沙仑科学省的部分分别会设入沙仑利仑研究中心及示范场域，这个部分议定在中央议定在107年会开始动工。另外自驾场域测试的部分106年12月会完成规划，107年1月会开始动工。另外供应链在7月10号已完成进驻56人。有关兴建大台南会展中心的部分，目前环评已经在106年9月25号完成审查，那目前正积极办理这个统包工程，预定在107年上半年会来完工。至于中研院南部院区的部分，目前正进行环评跟基本设计当中，也预定在107年7月会开始来兴建。另外活化扩大安平经贸发展的部分，安平港的十号多功码头已经目前已经完工，那另外游艇码头的部分也会在十月份来办理公告来招商。以上做简单的报告，敬请各位议员先进指教，谢谢。好，那个多谢文局长哈。啊，即马本会当然即马，对农业局和经发局的工作报告，有啥物款意见要问的无？那无的时阵吼，咱就下晡再搁开会，OK。安尼好对啦吼，好，安尼无迄个无要紧吼，咱搁再予咱的本会同仁吼，因为头久啊有咱的本会同仁伫现场啦吼，我毋知影讲咱区里的议员带去变数，安尼无要紧，即摆咱有啥物问题要问即个农业局、经发局吼，咱会当迄个即摆吼市长啦吼，咱若尊重。好，迄、那个安尼吼，迄、那个来咱迄个看有啥物款的意见哈。来，咱请区里的议员。那个。农业局钢所的所长，我讲了卡班呐，许局长你坐嘞。好。七股龙山里，它是不是有一个道路拓宽去用到渔会的地？台31线拓宽工程，你知道不？有。有。你到底知啊？唔知？你敢知遐有一个原来有一个渔会？渔会在上面咧，你看一下图片啊。渔会在上面办公，下面是贩卖部，然后后面有一个简易的交易所。这个跟议员报告哈，这个 A 务是我们渔业科的 A 务。那是渔业科的对啦，所以无管伊遐下骹是有咧停竹排啊，你看一下哈，有咧停竹排啊，而且有底下咧交易，迄拢无管你的代志，因为迄不是渔港。鱼市场。鱼市场就不归你管，鱼市场是我们渔业科的业务。对，鱼市场就不归你管，你只管渔港。渔港里面有很多、各种事业。渔港里面有没有鱼市场？有。那鱼市场有没有可能旁边是渔港？所以你给他关港口，蔡奇亚顾仔引导代志。好，您请坐，渔业科。七股龙山里台31线拓宽工程，你知不知道？包议员我知道。你知道？是。那你有没有去做相关的这个所谓的业务相关的会刊啊，或是有参与他的工程啊？有没有？我们有派员会刊，因为当初那个公务局在会刊的时候，我们都有派员参加。可不可以给我一支电子笔啊？可不可以给我一支电子笔啊？
有没有电子笔啦？你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哈，从这个龙山里，我们先从那个龙山里，那个龙山寺，龙山寺进来左转，左转，这个地方就是渔会，对不对？是。那渔会现在因为后面台三十一线已经拓宽了，已经拓宽了。就是这个地方是瓶颈，我们往前走。你有看到这边上面是渔会的办公室，下面是鱼市场。是。那再往前走，再往前走，这边都非常这摩阿多小乡家，南三十一线到这边过了一条桥以后，后面这个地方那一天市长才去动土，做黄昭堂纪念公园，对不对？对。你后边的路这么宽。佮头前变作一个瓶颈式，游览车都无法度过，无再吊过。后来公务局决定要拓宽，那拜托去我们去找渔会，渔会他也同意，我们付给他500万的补偿费。他另寻他处，因为他楼上有这个信用合作那个渔会的合作社，所以他一定要有地方办公。但是渔会敢那一个条件，就是讲你必须爱伫这个所在。这几个简易的鱼市场，这个地方，结果我刚靠您局长，您局长阿公下骹拢人咧卖炸蛋，许局长，你到底有没有去过？那下面有人在卖早餐吗？那下面是一个简易的鱼市场，哎，那你们本来公务局说，如果你们有需求，这也无电啊。他愿意搭给你，愿意做给你们，结果你们居然跟人家说不需要。洪科长，是。你为什么讲迄个所在无需要？拓宽了无需要去市场？哦，因为我们没有这样。你没有这样说。是。然后渔会去拿了一个计划书，希望你们给他们去渔业署，让家己去种。企业署要补助240万，人摕计划书给恁，你讲讲恁计划书写安尼未通过，人企业署已经答应要用240万，渔会要配合80万，要落去起一个鱼市场。你连土地、含这个新建科、连土地的需求跟这个协调都不说，一个人讲这无需要，恁就当阿公。去，让他们在那里卖炸蛋，什么人在那里卖炸蛋？你跟我说，人家就是要在这个空间里面盖一个简易的鱼市场，你们不配合人家就算了，你要跟新建科说不必要，没有需要，到底需不需要？到底需不需要？导演，我没有跟新建科说没不需要。你没有跟新建科说不需要，那我问你。渔会把那个澄清书拿给你，你们有没有认真的去了解他们的需求？有他，他在之前他送给我们，因为他那个计划要送渔业署，我们要做一些评估这样子，然后送渔业署做一个评估，不是当地，我跟你讲，因为恁安尼，所以这条路无法度拓宽，因为渔会他们的伊的条件就是讲，除了我地上物我补偿摕以外，你下骹嘛是因为遐，你有看到这后壁有牌啊无？你有看到船啊无？你嘛替这渔民想一下，这因无要叫你起一个水水的鱼市场，因要爱一个简易的交易所而已。你要叫写偌伟大的、偌伟大的迄个计划？你要叫他写多伟大的计划啦？因为主要是说他那个土地的部分，就是做一个厘清，因为他一些间接的部分还没完成。那我现在请问你，那边需不需要一个简易的？鱼拍卖所需不需要？需要。需要。那你要不要帮忙？要帮忙。他多心爱啦。要。好，剩下的3分25秒，你给我出去。我不想看到你。你出去。这上面是业科长。走快一点啦。
局长，一个很棒的道路拓宽工程，几十年来因为渔会他不肯搬迁，好不容易我们去协商了，因为就搭配了黄昭堂纪念公园在后面，市长开开心心的去动土的时候一并宣布这个道路的拓宽，现在渔会卡在因为你们不愿意接受他们搭一个简易的鱼市场，所以他们不搬了，拓宽工程现在摆在那里。我那天告诉你，你还说那边是人家在卖早餐的。那个跟邱议员报告哈，事实上现在这一个搬迁是一定要做的事情了哈。因为迄鱼市场迄个地哈，是迄个国有财产，国有财产署的土地啦。啊，即摆就讲阮哈，阮有介协助，就是讲哈，迄个国有财产署的迄个土地哈，到底你即摆划落了，甲多位要存偌济？那你要帮忙啊！是啊，我们不是摆在那里后让它烂呐、啊。我们会去帮忙。新建工程科的科长，我早上打给他，他说问题还是卡在你们那边呐、啊。你们不去跟渔会协商，所以渔会他不愿意签啊，不愿意签，他们工程没办法动啊。那你说要去厘清楚，那你们就去厘清楚嘛。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动呢？这个我们来做了哈。你们没有做吧？我今天才会这么生气嘛。完全无叮当嘛，你的科长干啦一句话嘛，叫新建科爱去搞迄个土地，你连本的你连辅导都无要辅导嘛？人提一个计划去，你嘛敢拍钱？刚刚讲吼，恁安尼叫做渔民，在弄个替渔民想，你们都在卖农产品，渔民何辜啊？局长，一个礼拜之内哦，你跟新建工程科，好，要不然就把那个科长换掉。我来处理了。好，谢谢，请坐。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哦，那个方局长，你知道这是哪里吗？再让你看下一张。你知道这是哪里吗？这是都发局在进行的海安路地面轴带的工程，9月27号发生火灾了。今嘛，规个海安路从中正路到富贞路，共拆到连一个行路的卡路都无，店家全部都关门了。沙加利巴市场内底今嘛是一片的黑暗。那一天我们去协商。我们只是拜托，就是很卑微的拜托，他们完全没办法做生意的情况之下，应该要减免他们三个月的这个所谓的租金呐、啊。是，我不知道迁到你那边是变成怎样了、啊。那个市场处已经哈迁出来了，已经迁出来了。对对对。那你要极力争取啊。对啊对啊，所以原则上，比如说海岸路的部分没有。来，咱咯局长声音来。好，这个跟议员报告，就是说原则上就是说在海岸路的部分吼，他如果就是说他现在没有办法营业，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希望说前面，所以签的那至于比较有一些吼影响比较那个，就是说未来这科保文科联科也要保文，会市长出去调查，针对他影响的程度。嗯，是。是是，嗯，这个部分我们是也、欸、是站在摊商的立场去争取的，嘿，好好。咱即马请迄个赖议员哈，迄个赖委员赖议员发言哈，赵文晶。好，谢谢主席哈。那个，我想那个你们都有看到，我现在。在我的那个桌面上哈，有一大串的一个香蕉哈。那当然，显然这个香蕉就跟农业局、跟金花局有关系。农业局当然就是关心我们农民的整个生计。那在香蕉全国16个县市里头，那我们台南其实也占了一个蕉农的一个大宗哈。那局长，农业局局长。我们的香蕉已经是狂涨了3年了，你知道吗？哈、嗯，对不对？对。那农业署他一直就是说在给大家打一个消防针，就说香蕉会在
会再跌，在四大运以后，就是说它可能会本来是大跌，后来会惨跌。那像现在已经是整个都是崩盘了。我想请教局长，因为我要戴个帽子比较能够帮那个蛟龙来发言一下哈。你看这个桌子上这一串香蕉多少钱？嗯，原来这个看起来大概应该有25公斤左右。对，不错。我跟你说，23。嘿，25公斤左右。如果按照现在的行情，看起来那个蛮漂亮的，应该在10块钱，是250。一级品。250。250。250块。对。好，你请坐。那个金花局局长，这一串大香蕉，你估价是多少钱？现在农业局长说，他大概是1公斤10块钱。我看您的，因为水果都我太太在买哈，可能我看应该至少应该要我差不多，可能比喜局长讲的应该还要多了，我的想法了。你的想法？差不多，可能接近差不多400块左右吧。400块哈，好，安尼就是讲哈，大家拢假币，唔知阿币给了哈。两位局长哈，我跟你说，我揭晓一下哈，现在一台斤多少钱？台斤那个台斤12块，138块，哈，这个昨天跟今天的价钱差个那个差别不大，要去查一下，138块。那我跟你说，农民，如果啦，我请教这些农民了，我说哈，那你这样一整串这样子卖多少？138块，我讲、你哪无卖嘞？伊讲吼，伊哪无这个成本大概要100块，伊讲哪无卖，伊要了230块。一分地，伊可能要了4-5万块，尤其是有机的，那更可怕，更可怕。那怎么办呢，局长？那个金花局长，你请坐。怎么办呢？我们事实上哈，在这一段期间呢、应该是我们中部蕉哈大量采收的季节啊，尤其在中部啊，就是从嘉义一直到台中啊这一段这一个区域啊哈是主要的一个盛产期啊，因为在这一段因为没有其他气候的一个关系，所以价格一直啊哈都不振了。对啊，所以我想哈，这个那怎么办呢？中央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政策，他现在也只能够老爸生16个囝，老爸都无法度，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自力更生呢？那我们的地方政府怎么办？我们不能放任他，就是这个价格一直崩盘，一直崩盘啊！局长，在竹科，他有很多工程师是蛟龙的孩子。他们看到了香蕉这么惨跌，接着他们就是去发起一个网络的一个认购，网络的一个认购。那我们也有南科啊，像你的台湾雕，在这一次的就是说惨跌，你让社会局买了你多少的台湾雕？我们向业主买了363吨。多少钱？2000万左右。2000万左右哈，大大小小，在每一个关照中心，每一个里办公室，甚至有一天我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我吃到一尾那个台湾雕，我就跟我爸爸讲说，这台湾雕怎么讲？伊甲我讲，伊是伫关照中心每一个关照中心的成员，每一个人拢分有到，大大小小拢分有到，2000万。好，台湾雕你是用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那我们的香蕉呢？怎么办？现在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个止跌防疫的机制去协助他？因为现在比较好的方式啊，只有呼吁大家尽量来吃香蕉了。怎么吃它？因为去买香蕉，不是现在香蕉的话，一般蛟龙来讲，他自己可以你要不要出来护盘？显然你想出来护盘嘛，对不对？他已经是大崩盘了。对，一直维持的都是低档的价格啦，差不多12块左右，台斤12块啦，5个斤少啦，
青椒哈，这个是伊这是阿未崩诶，诶阿未崩，嘿阿未催熟，哦、是他如果催熟了，他是黄椒，他价钱会更好。对，那一般来讲，你要我想哈，整个农业局其实也进入一个哈智慧化的一个局势了啦哈，在农业局有一个网站哈，叫做台南菜市场，对，台南菜市场这个功能非常好，局长你请坐，主秘。嗯台南菜市场都是你在更新的，那你有没有想到，就是说怎么样帮我们台南的蛟龙去做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黄蝶的机制？谢谢赖议员啊，哈，那个，就正如我们局长说的哦，可能现阶段哈，消费者可能也要好尽量来吃香蕉，那怎么尽量吃嘛？你这个尽量吃，你要有方法嘛？那你已经提出一个智慧的方法了。你台南市农业局有一个网站在那边的嘛？你怎么样去媒合嘛？这是一个任务型的，不会是影响到市场的机制嘛？如果就是说有一个农产品是产跌的，你台湾掉你都开2000万，容易护盘啊。那你现在要大家消费者进来护盘，那你总是要提供一个机制给他。那我们会透过这个社区菜市场哈，在社团哈，还有 Line 上面哈，来强力的来推播来推播。对呀、啊，它有很多网购的一个网购的一个网购妈妈、网购小姐啊，这些其实你都可以提供这个平台，然后我们可以提供，就是说保证你可以买到就是产地的价格，你有没有想到？有这个我们台南市政府也有一个 Line 生活圈啊。我们来，你们也可以去推啊，来推广跟那个，所以这个价格已经跌到这么惨了，你们为什么不管它呢？那现在已经没有一个省的市长可以来行销我们的香蕉，行销我们的台湾雕了。那你叫李孟燕代理市长也跳下来行销，那又要花个2000万吗？农业局有那么多的2000万吗？显然是不够的啊。赶快回去做好不好？好，谢谢。啊、哦，你请坐哈。那个金花局局长，我想请教你一下哈，就是说那个我的那个投影片哈，一直到那个对，在我们对日本有很多，在去年哈，你有很多搭桥计划。所谓搭桥计划是什么？什么的一个计划案？其实就是说，我们希望有一些日商对日本的一个搭桥计划，希望他能够来台湾来投资，然后有一些生意的往来这样子。那在这一个搭桥计划，对日的搭桥计划做得非常好了，是不是？不是说非常好了，就是说，因为基本上是说，还是要继续推动。那你今年要继续推动，为什么我在你的？在你的那个，就是你的计划里头。现在我们是这样子，今年的预算里头我没有看到。没有看到，就是因为我们把它放在那个整个跟是没有独立起来，没有独立在执行，是由合并一个案子。你把它藏到哪里去了？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合并在有一个辅导案。因为有特定的人嘛，对不对哈？没有特定的人。你们一定要独立特定的人。没有特定的人、啊。所以好，这个劳务采购计划是由哪一科来负责的？这是应该是。投资商务科，好，局长你请坐。投资商务科科长，我请教你，对日的搭桥计划在106年做得那么好，那107年你把它藏到哪里去了？我跟议员报告哈，那我们106年是有一个，你会后来报告，再下一张，再下一张哈。好，就是连着2年，我把它清出来，刚好有在金花局里头，2015。就是我们的对日交流活动，哈，这个委外的，那个标案刚好跟底标都差了20000块，为什么每一次只要是这一个公司来标的话，跟底标都差20000块？这么会算，这个公司这么神算，你解释给我听。科长，跟议员报告，因为是你的业务嘛，那局长不可能了解的这么清楚。那可能局长可能会跟你就是下一个就是说啊，跟你带上一句话说，哎，这个对日的这个搭桥计划做得很好，那我们可能要再继续办，是不是？
没有，他当然不会交代你说一定要让谁得标啦，他有没有这样交代你？不会，这是经过那个采购程序哈，我们透过采购程序。当然啦、啊，这个整体来讲的话，程序都没有问题啊，可是还是有瑕疵啊。根据两报告，跟一周报告哈，那我们我跟你讲，你会后我告诉你瑕疵。好，来，咱即马请唐炳吾唐议员发言。好，感谢主席哈。那个，警察局长。是。我想请问一下哈。是。我们现在那个海岸路哈，咱咧做迄个景观的工程嘛哈。是。咱第一阶段哈，来封街啊，四个月。是。你知道吗？店家哈。那个是哀声载道，哀声遍野，你知道吗？尤其是水仙宫市场，是应用上盖多，因用再来个本息定金，有这样念怎样？现在哦，一立一修啊，很多哦店家哦都已经很辛苦的在经营了。那你再加上封街，那根本就是雪上加霜嘛。那水仙宫市场是公有的市场。是，哦，是属于我们金花局市场管理处管理的嘛，对不对？是是，哦，啊，所以即马水仙宫菜市啊，为着咱要做这金花这个工程受到影响，啊，刚刚你们不该有一些作为吗？对不对？我甲原报告这个部呢，迄个现在是海岸路处分三阶段了哈。那第一阶段目前是在咱的沙加里巴迄个所在，然后会往北嘛哈，分三个阶段。所以我现在请那个市长处针对哦，议员现在建议的部分，将来他在封街施工的时候，对那个水仙宫哦的这个市场的影响里面，赶快去处理，然后要签就是有关减租的问题，就是减租的问题。对，好，那因为当初哦海岸路地下街的时候，我们也是有减免水仙宫市场的租金嘛，没有错，对不对？包括那个所谓的电梯的时候，影响它出入的部分都有减除。那像减三成嘛，对不对？减应该两成一款。三成啦。成半，一成半。啊？一成半。一成半而已。一成半，嘿，一成半。那现你即马吼经济搁较歹呢？所以不是跟议员报告，就是说，他会。所以你即马你才到底要减几成？不，现在就是说，因为他要了解说他将，我有去请吼，就是讲吼去。因为现在还没有封的时候，我那一天有去啊，我知道，我知道你有去。那天我有去，我知道，哎，一眼有去现场看。所以我跟你讲，局长，即马经济阁足歹啊，是，恁都无了解基层哦，恁人家探家人哦，因为辛苦，现在跟你的报告就是说，也要了解一下他们现在封的到位置在哪里，然后影响的程度，依照影响的程度去处理。都有，你们都已经规划好了啊，你现在还在了解了解什么呢？啊，所以他们现在，你现在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很明确的回答？你到底要给他减租金减多少嘛？现在是这样子啊，因为现在没钱还塞呗。现在，因为我现在因为市场处已经去做评估了，就依照评估的时候，在因为那个东西还要会哈，比方说相关单位。啊，您的市，我们会站在公益市场的，就是市场管理处，您叫我叫你管的，你现在都要塞到其他的局处。不是说塞到其他局，我们会主动，当然会站在那个公有市场，就是你们市场管理处的。你们管的啊！我知啦。啊，你当家己会当做这块地，会当做出你要去送给其他局处。不是这样，其他局处说你要签的时候，就是说也要会财主啦。哦，这个部分是跟议员报告。当然，我会站在摊商的立场，会争他的经济权利。对您来讲哦，现在租金唔加密啊。我知。一个月两千啦，但对您来讲就对啦，那是哦，真正是足大的金额。是。伊经济上礼拜你起码搁封了对，人客走了了呢，嘿，人客啊走哦。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哦，抓不回来呢，拉不回来呢。会人客啊走哦，就走人去有其他菜市行径啊，行选择啊。会徛，所以你人客啊走了，要搁人客回来，那是足困难的代志啊。所以你免甲因补助吗？免甲因减免吗？不会减免呐、啊。你都无了解人个趁食人个艰苦，是，因为辛苦，啊要减免偌济？你讲啊。现在、就是、过去海路地下街工程的时阵。迄个时阵景气还阁算作好呢，恁减是一声半，即摆景气即摆这礼拜，恁会当减偌济？现在就是说，可能还要去评估一下，现在不能马上跟议员报告，但是会依照他们的影响的程度，尽量吼徛在咱。会当三声呗？
会朝那个方向啊，吼、哦。三成会朝那个方向。我讲局长，进前景气好的时阵，就减车半。是。即马景气搁这礼拜上少，减三成好无？朝着议员建议的方向去，他当然我们要去了解整个。不是我，不是我，我袂伫做生意。我在你建议嘛，你建议讲朝三成，但是我们会请同仁去调查，了解它的影响的程度以后。哦，应用的程度有够大呀、啊！我以前在回看，我看唔知呀。我知了，我知了。你们，所以你们不要睁着眼睛说瞎话。没有，现在已经有在。你要了解基层哦，因的痛苦，因的辛苦，因、的无奈。那个改员报告哦，其实哦，这个礼拜哈、哦，一个我们市长说，同仁已经去做了解了哈、哦，啊会赶快去做处理了。好，那我跟你讲，三层呐、啊，哦，您家的方向朝的那个方向，三层。就是三层，不要再什么方向了哦，没东西南北没有方向了啦，就是三层啦。哦，好，那我问你啊，局长，那为民街哈、哦、那个有那个巨大的扭蛋机刚开幕的时候，然后我们市府这边就有先去查他们的合法性，但是这个百元贩卖机呢，这个百元贩卖机一开始哦是从我们台南县开始的。然后扩大到外县市，啊，行李这时候多少、哦？然后号称说，刚刚开几百块了，对，让抽到这个电玩的游戏机，啊，甚至手机啊等大奖哦。嗯。哎，听见哦，哦，那像乐透呢，有等你敢不敢干吗？可是台中哦，之前台中有人花了好几千块，清台哦，清台啊、哦，这个。发现根本哦没有大奖，拢是第一百块这个价值的东西，像是什么太阳眼镜啊、什么钥匙圈啊等等这些啊，啊，人乐透公司人是公开抽奖，而且有这个确定性。啊，贩卖机哦，百元贩卖机拢是那幸运奖，而且业者阁无完整来公开讲因诶奖品的内容，甲。从抽出来这个大奖的这个资讯，公正性跟公平性令人存疑，所以本身做怀疑讲，这业者在路边设置的贩卖机，哦，到底有敢办营业登记无？跟也报告，他那个我们有请同仁去了解，因为包括哈、哦，比如说迄、那个有哦正兴街边啊遐，其实他有办公司登记或是有办商业登记，基本上都没有违反我们主管的相关的法令，好、哦，所以了解之后，所以有办的对啊，所以了解之后他们有办，哎、欸，他们有办，好，那有办就好，如果没有办的，你们要去，所以那个有办的刚好也要交税啦。哦，叫公司安尼啦。对啊，啊自己那个，比如是不是说吼、哦，那个要不要？营业性的嘛。不在总要不要有那个所谓的那个建筑执照那个部分是涉及到公务局的问题。而且我现在刚刚所讲的，是不是这些大奖有没有？因为都没有公开嘛。嗯嗯。所以这个是涉嫌诈欺。这个部分吼、哦，就是说哦，议员今天提出来，我们会请，比如说他还有在，好像目前应该没有在营业的。我了解那个扭蛋机应该是没有了，目前没有在用。但如果有的话，不管台南市有哪些地方，我们这个会同那个所谓的消保官去了解。还是我讲，不只有经过就有看到一间啊。安尼吼，好。所以我讲啊，局长不要坐在办公室吹冷气。是是是。在执行业务。好。爱实际走出户外，走到哦，走到街道去了解一下。啊，你卖杂工到底哦，因为咧营业不咧营业啊，到底？你这公平性、公开性、透明性有没有？嗯，有没有诈欺这个民众？好，这样。哦，好，这一点请你局长要落实。我们会去，好、哦，去查核。好，那个我们农业局长哈、哦，局长，进前本身给你咨询哈，你讲咱消防局的那个消防员，包括捕蜂啦、抓蛇啦，哦，啊，你讲捕蜂已经委外了嘛？现在我们在申请这个农委会的经费、哦，大概就是农委会这边补助三成啦、啊，啊，我们自筹要七成。啊，你讲抓蛇嘞？啊，抓蛇的部分啊，后来市长他是这样的一个，他是认为说，因为民众的安全的一个问题，以目前消防局部件的一个点啦、啊、哈，网络啊比较绵密啦、啊。好啊，这个在农业局这边可能也没办法，所以呢，特别拜托消防局长。李局长，我跟你讲，我们中央的消防署已经说过了，这个捕蜂抓蛇要回归专业，回归给我们农业局，
你那里已经做，你那等于是做一半了，你安尼。不是，所以我们就算是捕凤，也是要委托专业的嘛，委外也是要委托专业的嘛。那抓蛇当然也是要委外委托专业的啊。你说消防员他是专业吗？他也不专业啊。不是，农业是救火啊。不是，农业局也不是专业啦。那你可是人家其他外县市也都是照中央消防署所讲的捕蜂跟抓蛇都是已经委外了，那为什么我们台南市做一半呢？不是，这是市长他人家做得到，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不是因为这个哈，还是有他的难点呐、啊，还有他困难点、啊。你就是委外专业的去做嘛，他没有办法及时。就像你捕蜂一样啊，捕蜂你们难道不是委外？好，我想那个农业局长哈，你是不是会后找个时间去跟唐碧娥议员哈，就针对的就是说这个捕蜂跟抓蛇的这个业务，好，再局长是不是再去做个补充的说明，好不好？哈，好，主席在这里做成一个哈那个报告哈，因为那个本委员会李文正议员哈，那他要发言，那要跟林美燕议员跟杨忠诚议员哈，就是说请那个跟你们抱歉一下，是有本委员会的议员哈，那个就是可以提先发言，李文正议员，杨忠诚也是，啊，对不起，杨忠诚。主席哈，咱两位局长啊，个主管，咱议员同仁，咱的记者律师先生，大家午安啦哈。那本席来就叫咱农业局长哈。我从以前先言到现在，还是一直在追这个属于农地呀哈。啊，农地为将一直直的讲法啦哈。啊，当然，这个既定政策要讲无法嘛，也无可能啦，吼。不过我看到你的工作报告了，讲小耕个12,469公顷，和你讲，一公顷补助几千？四千五。四千五。对。啊，12,469公顷，爱卡加办理休耕，爱加政府。干那咱台南市哦，唔是专线哦。干那咱台南市得爱补贴偌济，12,469×4,500，不小的数目啦，吼。对。由此可见，就是讲，咱的顶管一直干咱限制农地未使使用，一定得爱做农用。结果，咱有这么济的农地，干那一个台南市就将近12,500公顷的农地无咧使用，逐冬就爱来办理休耕，搁来开咱的钱。那么你甲想讲，他顶下咱工业局，得搁来讲着办理着临时工厂登记证。你甲想好，伊即卖打了地价税也扣，房屋税也扣，搁增加咱偌济税收，遮个甲咱用了，得爱搁予咱。一件6万，来了个大波9万、12万，为什么哈？我们的政策不去修正，一直墨守成规，就是，反正我给恁画做农地，恁
就是爱做农。我问你啊，干那阮伫阮地方画出来啦，无做诶满满是啦。过去有咧请，小根不住会请一啦，无请诶，你就是未请一啦。你敢知影？唔是干那无做诶，就只12469尔咧。无申请诶，搁偌济？你敢知？所以为虾米农地政策不能修正呢？局长，杨议员哈，所提的这一个问题哈，确实在整个农地方面的利用哈，农地的利用哈，这是值得咱去检讨的。啊，即摆就是讲，咱即摆现主是农地休耕，伊这是就是讲83年到92年这中间有调到，迄当时有经过切啊，也是讲经过甘蔗哈。啊，也是讲钓迄个啊玉米，吼啊有钓到的这部分，叫做迄个稻田多元化的利用，吼啊，这正是钓伫这个休耕的计划范围啦，吼。啊，那所以这个范围休耕未保证呢？无啊，其他的所在都无列伫这个内底啦，吼啊，所以议员讲安尼是无唔对啦，吼。嘿，啊，咱即摆就是讲农地，吼啊，规定在咱农地的这个经过的法规内底吼，主要的也是讲区域计划法，这个为做做主要的法规啦，吼，就是讲都市计划区一个叫做都市计划法，啊，非都市的哈，就是用非都市管制规则，啊，拢架构伫区域计划法内底，啊，当然咱即摆现主席。农委会这边只爱经迄个农业发展条例内底啊，伊就是讲你爱农地要维持农用啦，吼，这是基本原则啦。啊，我即摆是讲迄个议员所提的这个问题吼，当然即摆就是迄个国土计划法都得要开始来调整啦，吼啊，所以这部分用待爱等候这个法来推动的时去做。好，我阿你讲啦吼。早当时，阮规个大湾地区要发展啦，吼，那无伫明30年前啦，吼，65年，甲即个大湾重划区重划，那么300几家农地，就是甲重划做落去主体区啦，对对对。那么那无30年前，即个重划，阮大湾要倒发展，嗯，也是没有空间啦，吼。到目前，大安重划区嘛起得要停啊啦，嗯，吼，啊起得要停啊，阮一个新兴的部落啦，吼，40000多人人口啦，嗯，唔免偌久的将来，嗯，边啊还是要重划，啊重划土地在哪里来？还是从农地来规划，对不对？所以吼。一时阵啦，对，吼，所以我要甲恁讲，就是讲该农业政策该放宽的时候，你就是要放宽啦。我就讲，呵，台湾雕，你花了2000万，嗯，那刚刚我们赖议员讲的香蕉，要不要花个1000万？要不要？我们台南市的香蕉面积不大啦，哈。香蕉面积 不大，很严重呢。不是，我头拄啊，甲赖议员讲，现在阮服务处吼，一礼拜至2礼拜，就收了一人大人的金蕉。无唔对。这些蕉农真的很辛苦了。原来他们采收是不要了，割了就丢在田里，要丢掉了。嗯，只是有的人讲说，唔通啦，恁安尼吼，好济啦，你都切出来，青菜大家都甲发发嘞。河本大家吃，嗯，你敢知啊？嗯，阮服务处一两礼拜就收到一人大人的，嗯，哦，阮的厝边头尾也特别兴呢，嗯，所以吼、哦，蕉农人讲做事哦，哪做哪事啊。我相信你嘛知啦哈，金蕉是一冬生的哦，对啊，我5月栽，得爱5月靠王修行哦，对啊，7月栽。得爱每年7月靠王修行哦、啊，很多人是不了解哦。好、嗯哦，我嘛种过，结果我就跟你讲，那做那事啦。嗯，好、哦，只有就是靠讲，政府有那个机制来照顾农民，
哦，像台湾雕你们做这种做法是很好，能够分送到各邻里，由里长交给邻长去处理，这个政策是相当好了。可是现在这个蛟龙，卖讲咱是大山地啦，咱台南已经足严重啊。这是安尼啦吼，这今朝对这方面吼，我是讲迄个哦，真系因为今年吼，总共原来真特殊啦吼，尤其吼前期的这个介绍官。农民朋友是讲既然啊安尼吼，计小好，伊有家己有一个预算啦，结果种的时间，农家这个时间吼，对七八九这三个月本地的虾少啊，虾少的时吼，较无销啦，吼即摆较无销，定到十月份来，吼当然这个去化也无真顺利啊。四大运的时候，这些外国朋友来。那个四大运的时阵，一日啊吼，甲咱销吼，讲几啊万斤啊。对哦。所以吼，代表外国人来到台湾，食到台湾的水果，是真正食到俄罗斯得志啦。所以恁有需要，该想尽办法去推广，该去做啦。过来，你们在推广新农人呐吼。是。838，结果吼。收入一档超过100万的，较一个92个，那个这个成效一成多吼，你要安那叫这新农人安那生活，到最后他还是转行呢。我家己完报告啦吼，其实咱即摆现主是咱台南市吼，是对迄、那个怎啊，咱并无讲一个月家己补助偌济啦，所以上这都是讲咱财政的困难。第二种就是讲，你即摆你若甲补助伊扭曲，本地伊无想要做农的，结果你来参加，会增加真侪困扰出来。当然我即摆就是讲吼，咱要是吼尽量对其他的方面，包括你土地技术、市场各方面，咱来甲做。目前咱安尼吼，最近永康农会有发生一件，你敢知？什么？这个农民伊就是对农会。认为农会甲伊辅导，甲伊，那像讲辅导无够，所以去农会抗议，这咱都是可惜。有经手，我无听到呢。报告，那没有听到回报呢。农会跟。再给1分钟。主秘，你按灯那个要。因为农会在联络上出了一些问题了，所以跟农会产生了一些误解，是这件事。所以这个代表就是我们好像是双向沟通有问题嘛，对不对？所以闹出甚至告到法院嘛，还我出面去和解啊。所以我在讲就是讲。农业局对有关我们，咱不是干那只管管尔啦，我那爱实际啦，好，好亲像过去的中央官员，他不食人间烟火，就像恁是负责农业，结果农业的部分，恁新的问题也是一挂下卡面的印量，恁唔知影，所以我要甲恁提醒。就是讲，该安那帮助农民，卖予农民感觉讲啊，我着哪做哪实，啊哪做哪可怜，哎，等你光阴搞。好，那个本委员会李文正议员，请发言。好，那个多谢主席哈，那个决定哈，柯决定，将咱的渔民、农民哈，咱的退休金呐哈。咱即马拢7000块尔嘛吼，老农年金、老农津贴，这呢，佫拢是当初是伫2000年的时阵，阿扁啊做总统了后，伊体贴遮个农民，伊才来增加农民津贴，对3000块到6000块，包括即个老人年金3000块，嘛是阿扁啊伫当初是做总统的时阵来实施的一个政策。
所以这善良的台湾人，大家拢真感念阿扁啊呢，会当来啊体贴因遮的长辈的时代，因拢感觉讲啊，选阿扁啊做总统，比饲一个囝搁较友好，因为咱知影讲农民真朴实，农民真勤俭，因三千块，因就感觉讲安尼啊，因就足好用啊。农民呢，搁加三千块，因就感觉讲安尼啊，因就会当来啊，安尼有一个所费通用，吼。但是阿扁啊做总统到将时，2000年到2008年，到即马已经2057年啦。即马咱的政府敢有对这个农民讲啊，我来增加因的照顾？局长敢有无嘛？即马是有对迄个有调整啊，对有加调整。无嘛，拢无嘛。7250块啦。啊，你调整一下200块嘛。对。吼、哦，有啦。当初是马英九，吼、哦，伊有那有增加1000块啦。哦，但是即马根本都拢无嘛。哦，啊，你啊看像即几冬的即个物资，吼、哦，起滚啊飞咧，大行起价咧，吼、哦，所以即马干呐，细吹起盘嘛无够嘛。所以局长，咱望咱的良心看卖一下，当咱这的农民日头遮尼炎，因伫遐咧做事，他挂偌几元摕遐金蕉较俗土。咱这渔民大家遮尼辛苦，伫遐安尼咧做运啊，哦，无眠无日，结果竟然提供予咱粮食。吼、哦，予咱有饭通食，咱遮个农民，竟然伊是咱个社会上界弱势、上界低层个。我要请问咱遮个政府官员，恁个良心何在？恁个良心何在？恁对遮个农民，恁有任何个照顾吗？恁对遮个渔民，恁有任何个照顾吗？咱望咱的良心看卖一下，啊，局长，局长，我请教你啦，即马你讲7000块啦，吼、哦，7200块啦，吼，伊要，吼、哦，细一个喙齿拍嘛无够，吼、哦，咱敢有保证价格？咱敢有提供即个农民的时阵啊，互因有一个保障，互因种植的即个中间啊，咱会当互伊有一个。啊，起码一个成本，起码一个利润。菜金菜土，鱼金鱼土。那贵的时阵是无物件通买，那俗的时阵，丰收的时阵是较俗土啊。这就是咱台湾的这个农民的悲哀啦。吼、哦，安尼咱这政府官员，我伫这个所在，我要请问恁，恁有良心无？吼、哦，望恁的良心看卖咧。你免了对得起遮，吼、哦，为这块土地付出，提供咱粮食，这农民你要安怎向伊交代？局长，我讲哈，这个李议员哈非常关心农民啊，这个我能够了解了，啊、哦，我自己本身也是出生在农家啦，啊、哦，我都能够感受这样的一个情形啦。哦，啊啦，卡叔讲，以目前咱这边很主席农，咱这边较年老的这一个族，迄个啦农民，哈、哦，我们现在也是根据呀、啊、哈、哦，这个给他设定的一个就是给他有一个老农年金哈、哦、津贴这样的一个制度啦。啊，当然你这边你哪来讲，我讲永远拢无够啦，哈、哦。哦、不管怎么说啦、哦啊、我今天老实讲，我以 我自己的能力、啊、我是没有办法说、有办法让所有的农民、啊、都得到满意的照顾。我跟你说啦，当然你做一个地方的农业局长，你的权限有限，我在这个地方我也要讲给中央的这些政府的官员给你们听、哦、今天咱有对农民、渔民有任何的照顾无？无嘛？过去安尼，即马嘛是安尼嘛。
过去咱讲这个政府是独裁的政府嘛，即卖咱是已经政党轮替，已经是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咱这农民一员，伊是有那社会上阶层、社会上弱势嘛。咱台湾人，咱上届怎样通感恩？咱讲食果子拜树头，咱对得起这农民嘛？迄、那个局长，哦，所以我今天我感觉讲，咱这个社会啊，才是不公不义的社会啦，啊、哦，敢有人咧替这农民讲话？敢有人咧替这农民讲来，让因倒海伫年老的中间，会当让因有一个安尼啊，迄、那个较吼、哦、较有保障的一个生活，无吗？哦。决定我伫这个所在，我拜托你，哈、哦。即马这个渔民啊，因的渔保，哈、哦，伊干来当保甲三万过三百年，哦，是安怎？咱的工会无一定雇主的这个工会，咱会当保甲，哈、哦，一当掉15%，是安怎？咱的渔民袂当，哈、哦，这个。对渔民来讲，伊保三万过三百，予伊到60岁、65岁时，伊领的退休金，伊会当领偌济？哦，佮在即个农民的即、这个劳动的年金，哦，7200块，伫即马物价指数，这根本就无够前，无够后，哦，所以即、这个咱是毋是有哪得爱替因？吼、哦，来争取。虽然咱是做一个地方的一个主管，但是咱伫中央开会的这个中间，因为你是含农民的这个啊关系是上直接的，咱就爱来替这个农民来反映。因为这个农民、渔民，咱若是讲无法度来甲伊照顾的时阵，无法度互因伫年老的中间有一个保障的这个生活的时阵。恁凭什么话？恁要要求讲叫阮唔通来善加利用这个农地？你今仔政府你讲叫阮农地，阮就爱农用。结果我要请问中央官员，我要请问农委会这个官员，我要请问恁，恁对农民恁有提供什么款的一个照顾？提供什么款的一个帮助？然后恁讲就爱安尼。啊，对这个农民啊，安尼的时阵，恁讲，吼、哦，讲叫人农地都爱农用，吼、哦，局长，安尼敢有公道？我是想说哈、啊，李议员针对啊这个农民的照顾哈、啊，还有农地的一个使用的这个部分哈。啊啊，我们会根据这一个地方上民意的一个好、啊，我们来反映给中央啦。因为很多的事情，我们市政府啊，地方政府的一个立场，我们当然啊，应该把这个不符合啊需求的啊，来建议中央来修改法规。那我们在执行上，我们也会啊体现了农民的一个困难，尽量给他帮忙。他古啊，经发局在咧讲，新界工业区、7个工业区，局长，我请问，迄敢是农地？哎，农地啊，阿姨爱变更。啊，你农地的时阵，恁会当去开发做工业区。啊，今仔你对阮农民无要照顾，阮今仔阮无你得爱阮辅导嘛。世界就是讲休闲农业嘛，农业的文化嘛，农业的观光嘛。是、啊。你今仔日你政府你无任何的对这农民的照顾的一个政策，啊，恁政府恁啊，规个农地去哦，恁开发了了规个。这些工业区，这些好业人，拢是当作是征收这些农地，即马农地正，即马工业区用地，即马正做大地主。结果你讲也无要照顾农民，啊，你也袂当，无要来帮助这些农民，对无？
啊，谢谢李议员。接下来，请我们林议员来。感谢主席、局长。照顾农民要多做一点呐、啊，渔民要多关心一点呐、啊。我想最近你有看到啦，你们就是一些南苗台下啦，什么台湾雕啦，你伫个足侪所在，包括区公所叫你电话，各什么单位，大家去念念念啦，大家崩崩的啦，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怎么会有这种现象？你是去买哪一款的？你买够贵吗？你价格很高的去跟那个那些渔民农民收购吗？为什么会有滞销？现在这个有这个物件来到咱那个基层，上好一寡免费，上好一寡人，是为了造福民众吗？我们有没有回收回去？到底原因在哪里？这个是按照中央哈、针对台湾雕的一个产销失衡所做的一个收购计划。为什么失衡？你有去想到无？为什么失衡？我想啦，伫个台风来的时阵啦。菜给无啊，菜无伊啊，大家因为刚好台风过后以后，大家就抢着，因为台风来的时候，菜价就非常的高嘛。啊，大家想说，啊，今年我还在抢，我要去抢种嘛。所以原因就是影响时间成熟，因为物件赶迄个时阵种，收成伊就赶迄个时阵嘛，所以产量就过多嘛。包括咱这个一款薏米也是一样，所以我伫列业务上面，你说辅导啊。我有看到你针对农会辅导、财务辅导等等，你今天你有没有针对农民跟渔民？你有够有因，不要在高价的时候一片的去抢灾、抢种，这个问题你有去想到无？你应该要平等的在哪一段时间教育你的农民、渔民，你应该选择去先进的去种，而且分散，要分散那块地。我怪你的话呢，很主席啊！台湾雕、南洋台呀，给小燕拿下那个。你话我们的农民是这个样子的，金价嘛赶快，以前金价哇价格多高啊？那为什么会滞销？你的业务在哪里？你不能一直讲中央啊，我们中央要的是地方上的啦。这电话小农业局局长，您应该好好的检讨，而且要有一套的方法出来。不要来协助这些农民在一个爱拼，就是均衡的去种植，好让个价格能稳定下来。农民甲渔民，唔该能够务实，会当我去计小做平稳。包括消费价，伊嘛咪讲哦，第一天是破有一段时间买得管的计小，啊，这段时间哇，虽然少，嘛是无人买啊。好，局长。这个、这业务你的业务你去处理一下，我们会努力哈，来促进整个供需的平衡啦。好啦，这一定要用啦，这个问题已经发生过了几次啦，不是现在在研究，应该有一套方法出来了。不是我们台南哈，台南目前来讲哈，我们这一年当中第一个气候非常。局长，我现在看到事实啊，你自己没搞该睡觉的像那、啊。今年的也非常畅顺、啊、好不好？好、哦。来，我们金华局局长，我有在你的业务上面看到了哈，你在推动商业多元的行销，还打造个优质的购物环境呐、啊。你的业务报告有说的，你要推动3000呐、啊，成立3000的服务团呐、啊。你看怎样？之前的赖市长讲了，咱台南市要成为一个智慧型的城市，在其智慧型的手机非常的普遍呐、啊。我想因为智慧型的。手机的普遍，它结合的很多的 APP， 所以相对的，五洲这城市伊嘛是像我们智慧型的四大城市里面，伊嘛有挂讲吼如何在城市的推动现况里面，我们的购物怎么去支付消费怎么支付这条的关系金额，这个都有嘛。但是我有看到啦吼，我们现在。的消费的一个习惯都改变了，消费习惯都改变了。全球啦哈，一旦过去，我们的物联网支付的生态系啦，包括了结合电子的发展，包括我们的物流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呀。记得本席刚所的去调查，台北市啦哈，台北市它已经是。他自己哦，发展了2年以内，
很多的200多家的商店啊，他协助了完成了建构电子支付的系统，机的作业跟支付平台。所以在台北，你买物件，你得很久，你得当支付啊，足紧的，非常的快，非常的快。但是呢，咱台南市呢，底量2016年，就是本席所拿那个资料里面呐、啊，哈，天这也是天下杂志里面的评分里面呐、啊。我们不只是列入在什么，因为有花工哦，你是已经优先的，你这个支付完，你有讲啊，你已经建构完成了，非常的进步。好、哦，你是优先领先组了，你是在领先的，但是咱台南吗还在发展，那我们是内陆在发展组里面呢、啊。我们去了解，咱台南区 DA 推的3000里面这么的多了，我们有几家的店家，就是跟我们结合，在这个支付平台里面，你有去了解吗？我讲原报告哈，这个部分其实咱是。发展的起步是比较慢，不过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其实已经有1000多家上到那个我们巷弄的 APP，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当然未来还可以再努力。一开始有一些、哦、店家跟消费者可能还不是很习惯、哦、但是其实我们有在推广，那希望呢这个部分未来如果3000里面的店家愿意配，我们都愿意 来推动，希望能够、哦哦，陈主任讲，你为什么起步会慢呢、啊？因为智慧城市是咱已经讲偌久啊，你敢知影？而且这个部分其实是开始从去年才开始上。人家北联后，我如果今天起跑是一样的，是北的城市都已经领先了，显、然我们还在发展呢、啊。现在就是說，我想如果你今天你的支付平台非常健全的话，应该会带动消费的能力啦，是没有错。但是就是说，有一些店家他一开始他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哦、行动支付的这样 的处理方式，哦、所以咱南部的这个店家接受度还是比北部比较就是说保守啦。但就是说，你跟店家的一句就是你教育他们，对啊对啊、然后给他们自信，他们觉得不信赖嘛，对，引发不会厂商。不是说，如果你今天把我们的优点能够好好的告知店家，我想让你店家应该会支持这个政策才对、啊。所以从去年开始，像为什么没有？跟业员报告说，从去年开始已经有1000多家上架了、嗯，所以其实已经在快速成长当中。那这个部分将来我们未来会继续在努力的。我想由第三方的行动支付网这里面，如果把这就是发展的非常就是比较好一点的话，我想我们的3000的生意会好一点呐、啊。局长是没有错。现在刚刚这边讲好，你出去了的炸手机就可以就可以直接支付，都没炸机啦。所以、啊、现在也相对的方便。局长，我本席要跟你讲，你不要再讲了。好，本席要告知你，就是你的动作太慢了。所以我们如何赶快建构一个非常完整的支付平台？嗯，这对咱台南市来讲非常重要，因为咱进东西了用观光来带动那你关系我们的税收啦，还有我们的经济啦，各方面的就是一个、食物链啦、所以希望局长你要多加快脚步啦，因为我们还在发展组来里面而已啦，好不好？好，还有一点刚刚说的海岸路现在在进行工程，是沙卡尼马希的3000，我们也去看了好几次了，也开会好几次了。科长，哪个科长去的？这个应该是市长处。市长哈，市长来出调来，我们也去看了。那时候我们也把资料给你们了，陈情书也给你们。在这个租金的减免里面，局长，我跟你讲，谈比讲三千，我跟你讲，我是不认同的啦。不是，他讲，他讲的是水仙宫，不是三加里吧？哈、哦，我们三加里吧？哈、哦，我跟你讲，我们目标不是三千，那时候我们在说减免，因为规个进的点都不用关咧，你敢怎样、嗯？而且那时候我们也跟那个就是公务局协调。开放以迄个人行步道来做一个停车，当然迄段时间是无时间的。不过公共的有阵时你硬来塞起来、欸。这个部分我们会处理啦，会处理。还有呢，就是在旁边的这暂停的一个问题，因为有阵时被驳回，暂停无所在通个停。暂停那时候有说是不是大家在一个时间点能够大家互相沟通一下，协调一下这个时间点开放。好，我也马龙去可以开发单啦。
你安尼公部门伫现场三方面哦，包括交通局，包括公务局，包括我们金华局，三方面，包括议员邱丽丽，我们都到现场去了，包括李议员到现场去了，我们都协调好了。该看你们执行的时候，都没按照大家在现场就是约定的一个目标去执行。我说局长，公部门要有信用啦，知不？这个部分如果相关。一个个九分钟啦，是不是？李议员也很关心这个呀。就是说，原来哈那个议员去现场会看的做的结论，如果说哦，现在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哦，有一些困难的话，可能我们那个市政府跨局处的部分，我们再来协调，希望能够把在这段时间能够让这个摊商能够度过这个。你看，我从我们开始去看到现在将近快一个月了，你们协调时间也真太长了，动作也真的太慢了啦。已经人行步道是在人家施工了，你不要那去处理。所以我们周边的一个暂停的，伊每去一关，有一关呢，要采购货物的时候，开放的时间点，哎，开放的时间点，你们要去讲好跟交通局讲，买来去的开发多开发的，你要讲去规个内底根本都无法都去做生意，知不？还有租金啊。最近的部分，我说局长，你应该快一点。你现在有结果了吗？现在已经签了，已经签了吗？已经签出来了。多少？现在应该基本上，如果说海岸路的部分没有办法营业的部分，那个会朝着那个前面的方式。前面嘛、啊，但是里面的部分，给他看它影响的程度了。那要赶快了。好，咱今嘛请蔡小辉蔡议员发言。谢谢主席哈，那个荣威局长。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哈？针对我们台湾雕的产销失衡，我们农业局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努力，去把这个产销平衡？台湾雕哈，这个大致上哈，这一个有两个问题啦。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迄个启用的这个数字呐，监管的时阵，然后会并同，因为迄个鱼啊吼，你抓鱼啊，迄种一般来讲就是一个寡占的结果啦，吼、哦、寡占。不是，我现在就问你嘛，啊、台湾雕的产销确定失衡了嘛？对，问题的存在你们很清楚嘛？对，那是去年。那你后续的补救，你是找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去让这个产销能够平衡而不失衡？我们现在哈，现在针对台湾雕，一方面呢、啊，我们就是对农民方面啊，叫伊讲起样的时哈，爱做登记，是，啊登记了，啊咱来管控这个数量，不要哈啊超过，尤其哈，不要那个产的数量比较的多，超过，嘿，啊第二个要注意的，讲迄个啊，这啥，如果万一超过或者有不实的这个传言，讲啊今年是啊。啊，太过量啊，吼！啊，这个寡占的结构，它就会啊、加进来，吼、哦，要会助长它的那个价格的一个下跌。你这个是预防性的嘛？对对。我现在是问你，已经发生的问题，你到底怎么样去解决？不，现在哈、哦，我请教一下，我们台南市养殖台湾雕的渔民有多少？现在是有1400公顷左右。就我们台南市吗？对。对，那你发放到各区各里的那个台湾雕，就是我们台南市的吗？对，好，来那个给我那个你看一下。好，这里写着台南市政府农业局财产，对吧？对，好，嘿，你可不可以再往下看一下？好，你可不可以再往下看一下？你看一下这个盒子上面写的，我们台南市没有这样的一个工厂可以帮我们代处理吗？哦，我们台南市里面没有工厂，没有工厂，是我们是送到这个屏东，嘿，送到屏东去代理处理。对对，我们是公开招标，我们台南市没有代处理的工厂。对，没有。所以你光这个部分，你就是要台南市的台湾雕，然后送到屏东去代处理，再从屏东装箱之后送回台南市。没有，在那边。在那边由也是委托他们来冻存，对嘛？他们冻存之后再送回来啊。嘿，对。所以我们当时我们小组一直提到说，希望我们有一个冷冻库，针对台湾雕的部分，是不是能够在台南市有一个
互那个共存，然后平衡一下这个产销失衡的一个状况。局长，当然你有你的坚持跟你的看法，但是就这个来看，我们看到的是台南市政府农业局财产品名是冷冻台湾鲷鱼，你知道怎么样发放吗？农业局有约束各区公所怎么发放吗？有没有？还是你就买了一批，开几两千万，固宰另还，固宰后林，你有没有约束？怎么让发放？有什么约束？这一个哈，这一个都按照我们标准的作业。就是、什么叫你们的标准作业？我现在不懂嘛，我要让你跟我讲什么叫标准动作、标准作业嘛？没有错啊，你容许我讲一下嘛？你说啊。就是说，我们在采收前，我们都确认多几类狼也辛苦啦，然后经过农药残留药物残留的一个检测合格了以后，我们派员去做押运，去做这个整个流程的一个管控。管控了之后，我们进到库里面，我们一定要就是要点清楚，然后都这样，然后等到发送的时候，我们是针对这一个肉食的族群，然后呢，属于像有一些志工或者什么，我们就由社会局这边来做登记，然后经审查合格了以后，我们就按照这个时间排班排表，然后按照这个数量来发送这个整个流程我们都有一定的。这一个标准的一个作业那至于局长，我不知道你的标准作业 SOP， 你讲得很好，但是你有没有去了解他们最后的最终处理是像你说的这么的好吗？是像你们的 SOP 这样子的流程吗？这个还是你觉得我开一两千万，我农业局开一两千万，每月发出去的准绳啊？不是，我这个都我们都有监控。你有去追踪吗？有，我们。你有？不是我本身，因为我不。你们有农业局有追踪吗？有那个我想我请洪科长来说明一下。你有追踪吗？追踪整个台湾鲷的发送，他的 SOP 像你们局长讲的这么的完美吗？社会局去审核。然后通知他们来领，是这样子的状况吗？报告议员，那我们当初有跟这个相关局处有开会。什么叫相关局处？比如说社会局，那个民政局，那在发放的时候请他们提供这个那个名单，因为我们这边没有这些公益弱势团体或义工义警校这些的名单，所以我们都请他们提供名单。所以我们台湾鲷从我们农业局用钱去买回来，然后交给屏东的代理处理工厂，他们再送出来的时候，你们就是依这个区要几箱，这个户要几箱，这个局需要多少，是这样子发放吗？报告议员。然后他们各区发给，不管给林长、给志工、给里长，随便区公所去处理嘛。台湾鲷真的有像你们这样的一个美意？达到那个弱势的家庭的手里吗？包演你有去追过没有？像社会局提供的八十几吨的弱势公益团体里面，那我们是亲自到现场去发放，他每一次的每天来都大概40-50个单位来领，那个确实是到弱势团体的手里，到弱势团体的手里，是那有，但是不一定到弱势团体的家里，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会轮流这个单位也人情发放，有没有这种状况？今天我们要照顾农民渔民，因为产销失衡的状况我们支持，但是产销失衡不是在消耗预算，我钱开了，物件买了，发了，到底发去什么人的手来？不知道，到底发去什么人的手来，是什么人的肚子来，不知道，哪是这样子一个产销？然后你们觉得你们做得很好，产销不开始失衡，你们就从一开始的源头就要开始控制了。今天不是一个香蕉的问题而已，香蕉滞销，那个价钱较俗刷，不是今年才发生的呢。祖我们小时候就常常有这种状况了啊。台湾鲷鱼今天的产销失衡，
我们看到的是，给我下一张好不好？再下一张，看到的是这样子去领回来，毫无目标、毫无目的的随便乱放，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呢？隆重开挖这机，台湾雕为了产销失衡，你们做了多少？你们做了多少事？花了多少钱？包院，这个台湾雕收购事实上不是指我们台南市，那是中央的计划的钱，像台南市，我就台南市的部分嘛，我台南市而已，我都管台南市就好了。收购的钱大概2000多万。两千多万，是。你有没有去查过这个台湾雕2000多万到底到了几个人的手里？发给多少人？不管是警消、义消、志工朋友、低收入户，或是林长、里长都没关系，你们有没有去算过？到底发了多少人，给了多少人，有没有算过？有没有去查过？有没有去查过啊？还是每一年2000多万？这个今年的产销失衡，我2000多万花下去，反正我收购了2000多万，我发出去了，我管台北发了啥？反正我的交代啊，台湾雕失衡的，我拢给你收购啊，啊，恁就卖卖啊，迄渔民就卖卖啊，啊，等你结束。卡是安尼嘞，我部门卡是安尼做代志的。我伫机场看到，就像刚才林美燕议员提到的，怎么会这样漫无目标的乱发？真的有需要的人还真的领不到嘞。还有啊，你弱势家庭，他你光靠他去区公所领个2只、3只的台湾雕，他会愿意去吗？我都很怀疑。他会愿意去吗？为了你那两条、那两只台湾雕，他会愿意去吗？好，那个今麦咱请罗坤罗议员 ，OK， 十分钟。感谢主席哈，局长，为什么今年的台湾雕会滞销？去年。应该是去年，去年，去年，去年饲料伤多，饲料伤多，啊，是安尼尔吗？啊，是甲这个问题尔吗？这个问题就是吼，伊差不多，我跟他计算过，大概是3年会有一年啦。哦，伊即摆给小后，迄个渔民都锐气嘛，吼，就扩大养殖嘛。啊，这个问题吼，就是每三年啦，大概是每2到3年就发生一次。过去有像今年这么严重吗？一样啊，因为有这么严重吗？我还记得啊，你唔算3年前，你啊8000万，没有变成台湾雕。那个时候，第一，他是分两阶段来做，第一阶段是奖励那些外销工厂去买鱼，然后给他补助。那这一个是因为那一些业者哈，已经满，伊无爱过买啊，啊，所以为着解决这个问题哈，啊，加油。过去的销路是销去倒？有外销，外销是销到哪一个国家？销到美国，外销，到美国，到美国，沙烏地阿拉伯，沙烏地阿拉伯，最主要的这两个国家吗？对对对对。啊，今年他们不买了吗？一起码都是安尼啦。问题在哪里啊？哈，问题的问题都有啦。一个是都有你讲啊，一个供给面过剩啦，哦。第二个也是因为病童这个市场结构，因为我头拄啊有报告，掠鱼啊甲遐个外销枪枪，这个集中度很高，就是讲掠鱼啊啦，掠鱼啊甲这里有这外销工厂吼，因为因家己本身吼拢算是它因为量大嘛，你若讲超过它外销的数量啊吼，有达到这个一半的时候，它就是有蛮大的掌控能力啦。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啦。我感觉吼，咱国家的这些农渔民吼，足无安全感的咧，真的非常没有安全感。是鱼啊，农作物那种植还是饲袂起来，规个头家拢无伊，结果饲起来啊，饲起来牛就滞销，唔知要堵伊倒。这个应该是你们身为官员应该要做的嘛，不是吗？你那边那教育这些渔民，你爱饲偌济，你爱给伊一个概念嘛，这不是教育出来的吗？这个都有在做。对不对？啊，你跟我讲，即马还佫三冬一摆会发生这个代志？
不，现在今年的价格，现在的价格，你是要跟什么人混进去嘛？不是，现在是这个价格是不错的。现在是多少？现在大概在批发市场一公斤48块左右吧。那在两个月前那是多少？在两个月前就是那个收购跟无鱼亚料哈，那个小都压起来。无啦，我两个月前的，南那个回这个鱼那个台湾鲷啦，在那个价钱是多少？那个时候哈，一个月前呐，只要一个月前啦，大概是在公斤是在40块左右啦。啊，现在48块。现在48。哦，啊，他们的本钱是多少？因为因这本钱哈，一公斤差不多是三十通块。因已经是得了啊！我讲因饲超过两斤的鱼啊，如果若无抓起来，因咧食的饲料没有错，比一公斤甚至一公斤外，迄爱加一倍较加。没有错，介绍愈大尾是愈歹卖。对，介绍个愈歹。没有错，在今年一月的时候，就是因为伊愈饲愈大尾愈无人爱。你刚才你讲你要上你们的。你们花了2000多万，去卖给去送给这些弱势的公益的团体，你知道吗？外口讲，你饲这鱼啊，到底是有病无哈？哦，这个可以放心，放心问题，你爱广透过媒体讲，我们现在鱼是滞销，拜托大家吼来到购到买一个，好帮忙这些渔民，帮忙这些农民。你开价也行，你结果你得到的，就陶庄长以外来讲诶，你 SOP 那进行的过程中，已经很多底下的没有照这样子做。再来，有诶价底的人好讲，无价底的人看讲，这鱼啊，你这尼啊济，这商人到底是毋是有得病，还是讲有啥物病菌？我这个鱼，你在报纸上，你最基本的。爱等说一天、两天、三天，你要呼吁所有市民共体时间，咱国民到帮忙一下，把这些渔民到帮忙一下。这媒体若开的，媒体若开30-50万啦，比你咧摕2000万去咧讲，更加好吧？我相信媒体这些记者的好朋友，伊嘛足乐意去帮忙啊。你唔是媒体也无啥看到啊。收到一尾鱼啊，有我冇收到鱼啊，可是我讲，这鱼啊，送这鱼啊，二月送的啊，两尾我讲，这鱼啊是到底是什么情形啊？我嘛唔知什么情形呢？到底是滞销，还是滞销是一定是知道滞销啊？滞销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是唔是人喺外口风声讲，还是饲料伤多，或者是这个鱼？有发生什么病菌，所以没人要买。你要透过媒体不断的告知我们市民说，因为外国的美国，还有你台国的东德的国家，沙特阿拉伯、他们因为掌控整个市场，把我们的那个鱼给牵，那个鱼货给牵制，所以。是销路通路有一点问题，受阻，而造成我们的鱼滞销。那呼吁我们所有的国民大家到帮忙这些鱼，你一批、两批、三批。我去年去年是不是那效果更加好？不，去年我们前阶段我们就是一直在促销。你上人家人还在那反对说，对，这鱼有。可能刚好如意也没有看到了，我是讲说我们在报纸上都有宣传了。你宣传我可没看到啊。对啊，刚好你没有看到了，对不对？你在宣传，你要比较大事，你全国媒体嘛也塞上个节目嘛，去拜托，即卖这波这个足单纯，你上一下这波去讲一下嘛，呼吁大家所有咱这的，大家到帮忙一下，那个。这台湾钓也不是只有台南市嘛，云林遐嘛有人饲啊，嘉义嘛有人饲啊，结合遐个市长、遐个农业局长、遐毛农业局长啊，结合那些管鱼、迄个帮忙渔民的遐个局处长，开记者会到行销，
我相信这拢做，这对咱至少拢加分的，对民众嘛加分的啊。你开两千几万，结果换来是一种对鱼的质疑啦。你袂感觉吗？我即摆举两尾鱼仔去送你，讲，各位咱这的官员，我两尾鱼仔送你。你讲啊，这两尾鱼仔是来源是安怎来的？你会想袂？你嘛是会想，对不对？你讲绿色团体，绿色团体人，伊嘛是会小可会想。虽然你要送我，无你咱讲正经的，你啊罐头拿，我个比如讲人迄往生的，迄人一寡罐头拿，迄内底一寡饮料，一寡秘鲁，你送去救那个幼儿救济，迄个什么孤儿院，伊来干来收我书哩，这样子不知安那呗？你为什么不好好的思想一下，思考一下？这要长远久计，你爱好这鱼啊，今年好，明年也好，后年也好，不是脚疼伊脚，手疼伊手啦。当然，你帮忙伊是，我是无意见啦。可是这个方法也不是说最好的啦，对不对？你若呼吁大家来共同来买嘛，叫这议会议员大家一人开3000块，呼吁嘛，一个议员开3000块，市政府一个。开500，开200块啊，100块啊，大家来买只鱼啊，看要安那来帮忙只渔民，佮咱纯粹买高丽菜安尼嘛。我佮咱开10000块去买吃高丽菜来，互人小小啊卖人，赶快即个意思帮忙农民嘛。你看安尼做，结果你送人佮怀疑，对不对？用一些思考嘛，你台南市毋是做好个啊，钱开始后你又白搭乌龙啦，哦。你感觉呢？好，这个我们以后会注意啊，哈，要把这一项工作要做好啊。啊，其实这一些鱼啊都是非常健康的鱼，而且我知道非常健康。我起码够呼吁，这些鱼完全是健康的。对，呼吁台南市全国的同胞。多谢哈，迄个我再甲大家报告一下哈，迄个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啦哈，啊，所以咱到迄个李退之好不哈？迄个就咱这咱到下晡哈，啊，无即马讲咧，就一点嘛咧，哦，迄个蔡议员安尼好不？好 ，OK， 好，安尼咱即马请迄个蔡玉辉议员。主席，我建议啦吼，蔡秀兰第一轮互伊讲无要紧，讲讲咧，下晡2:10啊，2:20，休困无第一轮无讲到，伊的心情无好啦。你跟他讲一个伊爱无，我感觉怪怪啦吼。我建议啦。好，安尼。无声呢？实际上，你徛到上天，你坐了去，我负责。你也退休，有可能做食的，可以历练一下。你今仔请了因导因导有笑容，负责。其实，啊，议员好。我稍微交您每年咧讲的，拢属实。我出去增加吼，最近吼，因为这边选举总啊走啊嘛吼，都讲拢同款呢。这个政策定了未歹，看在国民党中央执政，我看到电影，即马民进党咧执政，中央佮看讲农民较支持我民进党个哦，啊，电影我咧做，佮哦台湾条注销，我的钱包咧，哦，你去予即个农民欢喜一个，爽一个，反正咧贿赂即个农民哦，较早少安尼啦吼，你咧执行个事实讲。较粗小看，较粗你知意思啦吼。谁拢讲较粗呢？我听到啦吼，我去拄到是共餐呐，社区的共餐呐吼，都即个个食，后个来去食，啊食，哎，咱食台湾鸟哈，食不了，当然要等掠一只回去啦吼。安尼，市长你知啦吼，你有放啥咧？你有咱今仔日？公所有送台湾鸟来，大家要等伊了，一两鸟等伊食啊！啊，我拍几根铁，大家了。吼、哦，这状况应该有啦吼、
唔对哩对，我看重点拢伫公所较济，因为上基层的这名单位是区公所有人嘛，吼、哦、有人嘛。小局我较少拄着啦，吼，老实讲我袂当，我袂当来遮讲白话嘛。即个公所，咱得要还了偌济，了了等于虽然发发咧，反正一旦交代过啦，哦，负责你裁处，你规矩要叫我来甲你发吼，好。你全部拿议员去办你的选民，甲阮倒下手，让大家煮台湾钓，大家吃，交你意思同款无？我搁来收五块，关哦，迄个才有资金做基金，大家来吃，大家煮钱的，点得较欢喜。你唔乌白吃，乌白担，后尾也无来啦，少济啦。即卖讲对一位啦，我去吃三届台湾钓啦，迄、那个共餐吃三届啦。我你唔通去阿记啊？什么呢？我吃几多届呢？你叫我共餐，我还搁。加减啊，甲伊添油，食落一礼拜食五日，啊，咱小叫补贴2万，一领伤济啦，啊，有诶无领着，真正弱势，那蔡叔讲讲真正有领着，我看弱势吼，无啥知即个消息，弱势变哪分，中低收入变哪分，小叫安哪分你敢知？应该有人去分，啊，或者你敢知？啊，我想，你训练咯，你是未来。局长候选人，你电视转播无反应歹，你大家只下骹只要甲你争哦，你免紧张，慢慢仔讲。我想首先感谢咱蔡议员交迄个两位蔡议员，大家对咱。不来议员，那我讲到这个问题。大家对咱台湾钓今年其实咱是出发点是好的，是要帮助咱这弱势团体吼，希望讲咱今年政府收工这300几栋的台湾钓会当。予咱即个包括渔工、技工、各低收入户即个族群哦，大家能享受到。因为即咱今年收工即个台湾钓拢是第一无油不沾油，第二拢叫三去三清，已经拢处理好势。安全无问题啦。安全完全拢无问题。你单人较无力，你要要做强强，爱甲隔壁咧学。你讲较细声，单人较大声些看，无百姓听无。所以其实咱有可能包括咱议员，大家咧反映这个事项，阮事后阮会来检讨。剩偌济还未发啦，剩偌济啦。已经全部拢发放完毕啊。发了你啦。是是是。哦，就是安尼哦。哎呀，我感觉怪怪，你讲发放的，即嘛外口一斤48块，吼、哦、买嘛吼、哦，啊买，咱讲买是买偌济？咱咧阵收价的介绍是伫啥个20块左右啦。20块啦吼。是。安尼差奇怪，啊外口进台湾钓足济呢，奇怪呢。我进去到底干足济台湾钓，拢食台湾钓呢？发了啊未食了就对啦吼。应该唔是。啊是伫公所坑咧啊未还？未啊，应该是无这款的情，因为咱台南。你讲我对金龙钓了台湾钓哩？因为咱中正队烤肉嘛，台湾钓。台南本来就是咱台湾钓主要的产地，咱占全国30%以上。你预估偌久啦吼？是。偌久了，这台湾钓也发了啦。台湾钓已经拢发完毕啊！食了，食了，你看食了啦。应该嘛拢差不多食了。好啦，差不多。阮像蔡叔，我别帮一个别啊啦吼。好啦，真济啦。一只人，我有一日机会咧讲啦吼。我伫遐拍啦凉，讲啊，即俩胖啦俩拽，应该吼，哎，唔通我消防局了啦吼。啊个，以前我有听人咧甲你问嘛吼。我迄个一日机会，阮姊啊大叔员工，你有事囡仔，我别讲，你都消防局你厉害，你怎么你怎么假面？啊，顶管这么顶嘛吼、啊！我感觉是安尼啦吼，专业嘛，当然要经费，可能咱市政府因讲也无评定，也无立法，咱台南市嘛不一定会遵守嘛吼。咱不一定讲话讲啊，你上过廿关系啊，无钱包，你上叫我你委外卖晒嘛吼。这哈、哦，这项业务哈、哦、是自治事项，就是讲咱市政府家己主体。所以大家原来我建议就是讲无要紧，啊，你开你就讲啊，无啊钱。变成商局就好啊啦！啊，你商局你委外，管管你目的嘛是委外，无咱叫咱副局长干去掠蛇，下边掠胖下边啦。我这伊中央吼、哦、要补助有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就是讲你一定爱委外，伊才要补助。个委外就好啦吼！啊，你来讲商局去委外就好啦吼！无看嘛，多数人员个阿面讲这个商局业务吼，我个一个问题要建议。最近吼、哦，农业你更加知影吼，拢欠工嘛吼。嗯。啊，新闻也拢拄着一个环保问题。我较早一直咧思考，唔是讲我先进，即农业专区，你工业局可个咱工业专区，即新闻专区，因都得环保问题。我一直咧讲，你讲
会感染的问题。我一直愈想，感觉愈无理，因为最近足侪人咧讲，议员啊，我要什么环保，要用抖音啊，吼，啊，拜托人无，我要去扩建改建，因为我多只废水，什么废水无多处理，你想啦，即农业要发展，有需要咱农业局到我手做一个专区吧，哦，即会排泄即动物。是不是有需要做一个专区大面积来用？啊，无产业经济规模无够。我当然讲啊，你前头甲我讲，可能惊干这样不方便啦吼。我也是慎重，我们应该考虑是不是往这个方向。规片拢种玉米，规片拢工业区，是那专业专区无多。我有挂交旧的讲来讲，哇，我个起薪的钱可能足济个，我应该当抢。南华生科金类似安尼哦，是不是有可能啦？吼，当然，我当然我的见解嘛。哦，啊无，你像陆龙，恁两百只，即马是全国上济，中华人一日大区，政府甲倒下手，几千家，吼、哦，啊，赶快啦，咱的猪嘛是，啊，吼、哦，饲啊，咱无多管理啊，无多管理，产值未管，成本管理啊，甲饲一个专机，吼、哦，啊无好，我饲个专机，不一定咱买一排啊。一个排泄物我袂得，放眼溪里溪那乌龙江，你像讲真嘞，我呢吸水间呢，有时吼下一段我看到吼，水乌干干，是不是溪里这个问题研究看卖下来啦？安尼吼，我甲议员报告一下。哦，你专业我无专业。基本都是讲迄个咱动物吼，包括鸡、迄个鸡舍，也是迄个叫啥猪舍、牛舍等等吼。你讲要去设立专区，当然。专区的管理也是废水的排放是较用较好做啦，但是咱即摆要考虑一个问题啦。如果说把它集中在一个地区的时，咱要有迄个防疫的问题。防疫要解决啦，当然是安尼。当然啦，你当然迄个啥防疫的问题啊，也是蛮复杂的一个工作啦。你即摆你若较施工，你密度先关。哦，那个地区啊，那卖你都卖上广告啊嘛，哎、欸，较快的，阮就拢得，哦，是不是？再小众较快的，并且我较快的可能卖尽量哦。我看哈、哦，这个值得哈、哦，大家讨论、啊。卖上吊是，这要改善，咱河川导入过来，清盈的改善，啊，这处理不好，咱老实讲啦吼，一骗人拢不好啦，拢会，哦，有诶拜托议员讲安怎讲，啊，为了讲好啊，都常常掠着，拢会出这代志嘛。啊，咱来个解决，从个区废水个解决过来。啊，面积老实讲，咱真农地嘛，真济嘛，带动的地嘛，真济。这是我的建议啦，不一定。议员的想法是想起来那真理想啦，哈。啊，当然是安尼嘛。但是实际，啊，像你台湾台湾那个小众理想，到尾也都无理想，发过来都无理想啊。我建议你啊，不啦。局长，来议会了。卖讲高谈阔论，啊！你小讲人民间发生我问题，来给你建议尔啊！无啊，我做我都要做局长，我做副局长，我啊，不能领你。多谢蔡议员吼，今嘛咱请王家珍吼，王议员。那个局长，我跟您请教一下，来局长，好，我不知道刚刚我们同仁有没有跟您请教过，如果有的话，麻烦您再跟我回应一下。我们的蓝展，世界蓝展，我们没有争取到，是不是？是2020，二零二零没有争取到。世界蓝花会议的正确名称应该是叫做世界蓝花会议。世界蓝花会议。那请问一下，它是几年一次？它是轮流在各州哈，世界蓝展会是世界蓝花会议啊，它是。比如说今年是亚洲，明年是非洲，或者今年是。所以再转一圈回来，我们亚洲大概要就过。嗯，哎，贵啊，贵啊，迄个贵啊。那请教一下，我们争取不到的原因是在哪里？我们没有争取到哈。对，如果你们内部一定会做一个检讨嘛，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市花，我应该没有记错，赖市长叫做兰花嘛。赖市长把我们的市花，明明我们认为凤凰花，赖市长说叫做兰花。那如果这样，我们的市花是兰花，我们就以我们的我们的蓝展算是举国知名的。结果我们没有争取到，你们一定会有一个内部的检讨嘛，对不对？是。那请教一下局长，我们检讨的状况是怎么样？因为世界兰花会议啊，哈，是蓝协他主动。
向这一个这个他们的执委会啊哈这边去申请，那申请的地点呢、啊、是在台北。OK， 当时就是在台北。嗯哼，那之后呢？因为台北后来他们表示意见，他们就讲说台北并没有兰花的生产，是啊、所以呢后来也到我们台南来洽谈啦。啊，但是、那时候来跟我们洽谈的时候，我们市长赖市长也有提出几个地点让他来选择啦，但是他一直讲说，这样的一个规模，这样的一个场地，他认为说我们比较不具备有这样的条件、啊、所以局长、哦、如果对方他以一个就是说所谓的世界嘛，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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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来看他们的兰花会议，我们台南被他们打枪，认为没有资格符合世界兰花会议这样子的要求嘛？对，这样讲对不对？对，那不是让我们觉得就闹亏吗？尴尬就闹亏，是真的是，你知道我的意思不、可惜，因为我们做后边做蓝展，去年我们也闹成那个样子。嗯，那后壁的蓝展是已经很多年成为我们地方的一个特色，对，举国闻名。对，台南现在到底要用什么来吸引所谓的有钱人进来投资也罢，这个采购也罢，或者观光也罢，明明这个兰花又是我们的市花，好不容易到亚洲来了，他们也跟我们接洽了，到最后人家打我们枪打我们脸，说我们没有资格办世界蓝展。局长，那我们农业局或者赖清德政府，当然现在是理事长这边，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怎么讲，就是没有办法拿到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不是内部该有一个非常严谨的检讨吗？那我们为什么我们兰花要叫我们的市花？这样子兰花有什么资格是我们的市花？全台湾中华民国有没有哪一个县市的市花是叫做兰花的？只有我们台南市赖市长他自己一直说兰花是市花。那既然兰花是市花，我们又没有竭尽所能去 promote 兰花，让它的经济价值，让它的这个世界性的一个能见度，我们把它一起带起来。局长，不是糟蹋了兰花是台南市花的这样子一个美名吗？是不是容许我说明一下？来，局长你请说。当时我们有提供两个场地，一个就是会展中心，如果能够赶上2020年，那这个地点来办啊，也许呢啊是比较好的一个场所。他当时啊，他提供的是要有一个800个。这个展场，另外呢也要有相关的会议的设施。那我们也跟他讲，那我们兰花那个后壁的兰花这个地方，你们也看看是不是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展场。但是后来他而且呢，当时他们有讲说还要提供一个经费的这个部分。那经费的部分现在后来呢就转到这个台中，大概是台中啊，它是要应用2018的花博会之后的2年到3年的那个维护费用、哦、去办这个蓝展。局长，我想不是你个人的问题，但是从去年所谓的蓝展的地点闹得那么大，到我们拿不到世界兰花会议的主办方这样子的资格，是不是在兰花跟我们台南市的关联性这个议题上面值得贵府做一个深刻的探讨？因为您知道吗，今天我们很多能见度都因为两岸冰冷的状况越来越弱，那现在有任何国际性的所谓的展演，我们台南市这边当然应该竭力争取。是，那兰花是我们的市花，我一直要强调哦，
为什么要叫兰花市花？如果像我个人，我就觉得就是凤凰花。那既然赖市长那时候执意要叫兰花是市花，又没有竭尽所能去 promote 兰花这个市花，它的价值、它的经济价值、它的观光价值、它的为众人所称羡君子兰这样子的一个意涵，你们叫兰花是市花有什么用呢？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局长，这样子一个被人家打脸，我们台南市没有资格办世界兰花会议，府内难道不会做一个检讨吗？你们有没有想过？那我们当然可能再轮到亚洲要有一些时间，那我们是不是要尽我们所有的力量来 promote 兰花？没有错，那个跟议员报告了哈。那关于2020年的这个就是世界兰花会议跟我们台南的这个兰展呢哈，它现在呢是行政院呢这边已经定调要做成3月份是一个兰花月，那我们先办。好，我们先办，他接续3月份的时候，我们在台南先办兰花月，是吧？对对对，啊，然后整个接续跟世界兰花会议两个哈，有一点重叠，哈，啊，让它变成一个兰花月，好，这样的一个构想了哈。那详细的这个会蓝血这边哈，他会来规划了。到目前为止他是先到那个蓝莓那边去做报告。局长，我想我一直强调的一个重点，每一个城市都有他自己为自己的定位，是吧？对。我们一直强调台南市叫做文化古都，所以我们对古迹的维护不遗余力。那我们又把我们的市花费了很多精神选出的市花叫兰花，后壁的兰花展坦白说是大家都很知道的，闻名遐迩的，对不对？结果我们市花是兰花，然后我们后壁的兰花展呢，我们自己引以为荣，拿不到世界兰展会议的主办方的一个资格，那当然是一个极大的失误。所以2020你们3月要办所谓的兰花月，我们台南市我们能发挥什么？我要请教局长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带出来多少经济效益，然后我们能怎么样在2020的时候，虽然现在是2017，但是时间很快，所有的这种行销它都不是突然产生的嘛，对对，我们已经有一个后壁兰展的奠基在那边了，那现在一直到2020我们怎么样去为到时候3月份的兰花月做最好的准备，最好资源的汇聚，以及我们吸引人客进来，对吧？所以局长能不能跟我们报告一下你们的打算是怎样？我想哈，这个王议员非常关心，整个兰展的一个整个推动。那我们现在呢，明年就是明年的兰展还是在后壁生技园区，往后。咱即马请李退之议员哈，十分钟。谢谢主席。我想要请问一下这个农业局长哈，我们大家都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农地农用，然后针对于台湾的这个土地保育的部分，大家都非常的关心。那特别是在这个宜兰，好像这个雪隧通车之后。好像这个台北盆地的后花园一样哦，那连我们的这个现任的农委会主委都没法躲嘛，那时候说要怎样，他自己当时的林主委还在当县长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政策，就执行没2个月，家己都搁揪回去啊，但是也因为这样子，让这个农委会去修改了这些相关的农发条例等等的，
那我现在就很纳闷了啊，台南是不是宜兰啊？台南不是宜兰吧？对不对？对。那宜兰的案例有很多，这个把这个农舍搞得像这个豪华别墅一样，对，然后这个拿来盈利嘛，对不对？那现在因为这样的乱象，然后来造成很多这个真正家己要使用、要去弄下的人，等等，我请问一下哦，最近很多这个要申请盖农舍的，不知道这是哪一科管的哈、哦？说这个农舍一定要坑底这块农地上头前哦，主体建筑那块农舍要领路，要领路，嘿，领路。这是什么理由啊？依据什么？可不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好，这是不是我请可以啊，科长来说明比较清楚？李议员关心的农舍的问题啦，哈，他从104年9月4号就是有颁布了一个那个经营计划书的部分。那农舍的经营计划书的部分，经营计划书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说你针对你未来要申请农舍，你如何去规划你的那个未来的？他依据哪一条法令来的？他是针对农舍农业用地修缮农舍办法里面有订的新增的法令呐、啊、哈、哦。那刚才议员关心的农地经营计划书，对对对。好，再来嘞。那刚才有问到说为什么要临路临地界限？为什么要临路？这是为了避免，就是说以前哦，就是说农舍我就给它盖在农地的中间，然后前面就是庭院，后面就是庭院，前面就是庭，就会造成农地的破碎的这样子。造成农地的破碎。对，农舍盖在临路，盖在这个农地的前面，就不会造成农地的破碎。它比较不会啦，因为它就是在边边角落，不会说。盖在农地的中间，然后我前面又违规，啊，真正有农机的时阵，不要那出去吧。他一样可以出入啊，他从就是从可以直接出入这样子啊。这个经营计划书是根据你刚才说农地什么办法？农业用地新建农舍办法，农业用地新建农舍办法的第三条的样子。你们农业局有没有法制专员啊？有一位。他在你们的哪一个单位里面啊？在秘书室。我问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啦，人民的财产权利要依照什么才可以限制？要法律。要法律嘛，嗯、对不对？对。那说这个本席上一次搞不清楚这到底为什么，结果你们的承办人拿了一大本手册，大概80%就是你说的那个经营计划书啦，手册里面的负责里面的附图，说根据这个来的。说上面画了一个框框，哦，这是农地的示意图，然后中间再有一个大方块，中间有一个小方块，前面有一个小方块，说这个是农舍的示意图，说这个农舍就是要放在前面，然后其他的几个样态，叉叉叉叉叉叉。我说那这个图的法令依据是什么？吹不？吹不？我今天是地主，我今天是农民，我要怎么样去利用这个农地？我要怎么去安排我的房子要怎么盖？你没有法律的依据，你凭什么去限制人民的财产权利啊？担任公务行政，担任公务人员，如果说这是上面的政策OK， 真的要这样限制人民处分财产的权利，请农委会提法案，正式把它立法，说农地上面要有农舍建筑物，一定要临路。水伯啊，找不到这条法律啊。啊，您拢用这个。办法的发依据什么办法？行政命令定的计划书，计划书里面的附图，供这个范例，这个范例告诉我们说，农舍必须临路。哎，这会不会无限上纲了点啊？这个跟议员报告了哈。当然，如果你要对人民的权利限制啊，都必须要依据法令啦。那现在就是说。农业发展条例
有关农业用地建筑申请这个建筑农舍的一个办法里面，它是有规定就是说十分之一啦哈。那至于说后面它的行政规则或者行政规定里面说你要这样做那样做基本上我也同意李议员的观点啦哈。没有错啊。这个应该要以比较高的一个法令位阶来做规划。你们在认定这个时候，常常你们农业局自己又不敢认定，找了公务局监管单位一起来开会啊，公务局问说人去要去龙虾，是哪一条法律规定说一定要放在土地最前面要领路的？很半波在那个计划书里面的附图说，因为这样所以这样。这个我们看看有机会的话，我们来跟农委会来反映啦。真的要去立法院再来输赢啦。对呀、啊，对呀、啊。真的要限制人民财产的权利，怎么可以这样子乱搞呢？当然，以目前来讲，他有发现了有几个、那个、市政府为了推动这个政策，然后都已经被人家用这个土地正义什么东西的无限上纲，在跟政府的政策啊，难道说政府也用这样的名义在搞人民吗？我是认为说，农业局的专业当然是农业，但是对，既然是我们是一个公务机关，我们对于人民的财产要怎么利用，我们自己要有我们自己的法律素养啊。那今天上面颁布了一个行政命令，行政命令里面的附属的一个文件的附的范例说明图，用这个来限制人民说这个不能得到这个许可来建筑，我干嘛这？公务单位都看不下去啊！然后说没有啦，这是因为那个宜兰的这个民宿乱象才这样定啊。你如果真的因为宜兰的民宿乱象，你要来定，好啊，你去立法院立法啊，去立法院立法啊。这个我们上一次为了这个104年修正，结果我们自己的这个审查委员会。组了半年多组不出来，最后已经耽误人民的权利，耽误那么久，然后开始真正进行实质审查之后，又东搬西搬拿这种手册的附图来挡人家的许可。会不会觉得太欺负人民欺负农民了？我干嘛真的做可怜的呢？而且他要盖什么样子有很多的疑问吗？不，他现在只是盖的位置必须要临路啦。那这个高度的话，大概就是14公尺，大概是4层楼是可以。阿伯先生，三块应该不要紧吧？我本席从大概20年前，有一个亲戚伫路钓，也是大湖湖内底下咧，因爸爸妈妈底下做事，有真正咧种诶。真正咧种诶，啊毛用迄个水耕诶，两个拢是真正有够豪华，毋过是大楼拢是照常烫架卡咧做事。歹势，啊着五个囡仔，啊两个医生，三个老师啊，要甲拢下去甲做水诶。我说啊你们这个井里池的过滤器怎么那么厉害？怎么长得跟别人不一样？啊歹势啦，啊迄个阮后生，迄细心诶，细心诶。金寿机海淘汰下来，让我井里池的过滤器啊！好，多谢哈。安尼，即马咱蔡秋兰议员，蔡秋兰议员。好，安尼无咱就。下早起吼，咱开会，咱就开到遮，啊，下晡2点啦吼，咱再搁再工作报告开会吼。